疫情警戒期间，各行各业遭受冲击，许多受保护管束人所经营的小吃店、饮料店生意也下滑了，经济变得困难。有感于此，花莲地检署主动关心，除了发起团购协助行销，还募集了抗疫暖心箱，分送给因为疫情关系生活而陷入困境的受保护管束人、更生人、新生人，还有他们的家庭。疫情警戒期间，各行各业遭受冲击，很多受保护管束人经营的小吃店、饮料店也都生意下滑。有感于此，花莲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指示同仁盘点受保护管束人经营的店家，在相关的平台来协助宣传，也鼓励同仁、荣官还有志工等发起团购协助行销。更召集了花莲县荣誉关护人协进会、更生保护会花莲分会、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花莲分会等，共同盘点服务对象、自营商品的概况，把他们的产品纳入优先采购对象来购置抗疫暖心箱。同时还向慈济基金会募集防疫物资箱，把爱心分送给因疫情关系生活陷入困境的受保护管束人、更生人、新生人，还有他们的家庭。花莲地检署检察长在了解新生人当中也有一些经济弱势户之后，也指示防疫对象不分彼此，把爱心蔬果箱及防疫物资也可以一并送达新生人手中。检察长也指示同仁关心不中断，要滚动式盘点，持续提列需要协助的对象，由荣关协进会筹募防疫纾困急难救助金，针对急需扶助的受保护管束人来持续提供协助。同时也和花莲监狱共享资源，期望可以把爱心扩及收容人的家属，让监内监外共同安心，多管齐下，携手共同抗疫，期盼可以借由一丝温暖的注入，把幸福和平安持续传递。谢瑞慧，华视报道。